我说过多少遍了，不超过100万的东西不用问我，直接拿下。拿下你的头，要拿我的玩具项链。我想当一回土豪。行，马上让你秒变土豪，等我啊。嗯，这个大好的机会让我去整蛊一下小高。哇，全是土豪金的水果，金光闪闪，别亮瞎眼睛啦。这是声控球吗？对，拿去尽情的霍霍，解压时间。我最爱吃的香蕉。咦，有东西，是2块钱，我运气真好。夏天必吃的西瓜。哇，100块钱，我真的变土豪了。酸酸甜甜的草莓。诱人的苹果，怎么是个鸡蛋？喵姐，你对我实在太好了，真气人！我要狠狠地把你们混了。没想到混出来还蛮好看。今天的问题来了，小可爱们还记得臭屁包是藏在哪一种水果里面吗？欢迎到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哦！你的点赞和分享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